新闻继续关心的是，新港文教基金会想要举办着来新港做16岁的成人礼活动，由在地60名的高中和大专生，亲手收割着今年2月28号所栽种的稻米，以及耕蒜桶来压菜，感受旱地禾下土，金甲头耕着水桶当当的心得，以培养青年感恩、惜福、负责的人生态度。穿着雨衣，提着镰刀，60位新港在地高中生和大专生，无分男女拢落田来收割着稻米，并透过一个接一个传递方式，将收割稻啊聚集，以方便送到米家。而这个新港文教基金会想要在1/2自然农场所举办的做16岁成人礼活动。年轻的朋友其实很多是在课堂上学习，但是我觉得课堂上学习是不太够的。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机会，大家动手来种米，来弯腰，来割稻，来排蒜烫，这样一个过程呢，然后来学习感恩，来学习从今天开始可以来担负责任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。基金会董事长陈金宏表示，新港的农产以稻米和蔬菜为主。过去早期，农民拢是金甲头担着蒜桶来对蔬菜压水，而是一桶担过一桶，所换来血汗钱，以栽培子女读大学。而在成人礼当中，也特别彰显，随着科技进步，要消失的担蒜桶农村文化，也象征着心怀谦卑、对事负责的态度。做事就是要负得起责任，这样子。新港文教基金会表示，为落实着文化公民权，文化部提出着泥土化、国际化、产值化、云端化的4大方向，并以村落文化的泥土化同重要。而基金会以新港漫步乡微型文化产业发展平台提出着计划申请，也透过计划当中的成人礼，让青年体验着父母养育子女的心得，也培养在地人才和青年回乡的参与。新港乡采访报道。